老年旅客在途中准备了一些象棋、围棋，丰富的他们的旅行，生活。在那个饮食方面，我们准备了就是四川风味的一些小吃，比如说龙抄手啊，水饺、担担面，还有针对夏季，我们也准备了冰粉、冰汤圆。我们在出城前，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个部署，确保我们的旅客在熊猫专列上度过一个温馨舒适的旅程。